你要不要看我的镜子？看，看看侧边，看侧边，你的会翘太高吗？我现在戴好了。哦，好，刚翘超高的。那我的，我应该还好吧？应该还好。我的有在上哈。有啊，你的还是朝下。太下吗？没有，还不错的下。太热，快要变湿热冰了。去坐下面那个缆车。好，我要确定你脚没事，我才要带你，不然我觉得你要是的。好，那就好。顶上去。哎，要分开坐，一个人一个人坐。我也不知道，他说司机都不走。Please separate。他是说 skier 跟 snowboarder 要分开，那我们可以一起，快，我们可以一起，好，走，小心，走，喂，喂，他帮我们转慢，哎呦，没有拉，不，没有拉的、啊，没有拉的。我们要滑这个，这个很累。我以为要滑这个。没有，不是，应该是绕过去那一边。山上都没雪，真树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今天都没雪了，这么小，太阳太大了，小丑球气在上面，对啊，今天都化光了。这很难耶、欸、这个很难，这个就是黑色的，对啊，这一定是黑的吧，这么陡又这么一球，我们右边是黑的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一定是。酷感看起来很简单啊。哪里简单啊？这里一样啊。没有，没有，这边也是黑的。真的？对，这边也是黑的。这样滑、啊。很不是滑。但是它靠右边一点还好，靠下来，我都讲下来的方向，滑下来的方向右边一点还好。这个是。一球一球的，八方最有名就是馒头，八方馒头。吃馒头？对啊。以我们的滑法会很辛苦，所以等我下次要学馒头，我就要找教练了。那你要教我？你都哦，我也不见得会教人耶。这里有等我学会，我学会我再教你。对啊，
对啊，可以啊，这样比较好滑不下去了，过来这边看看会比较好走。所以我们刚滑到这里是黑线，我们刚滑的我也不确定耶，红红黑黑。你这样怎么没有套在手上？有吗？有有，你套在手套那上面了，像我这样一样。对，套在手套这里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会，你就手这样握好，握好就好了。我是怕万一什么扯到的时候，你套在太后面，你的手杖掉不了，反而会扭到手。我是一直跟你讲，对，这样就好了，太棒了。今天好安静，都没有音乐，才再继续唱个广告歌来听听。快住手，快住手，快住手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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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已经唱过干毛用四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旺旺没有歌吗？然后就只有大喊一声旺旺，有歌吗？好像没有。你要滑？应该是那个方向。那我为什么回不去啊？不会啦，应该会有个缆车拉上来，你就可以回去。好紧张。圈都超大的，你要学会控制啊。好，你先走，我跟着。我第三个，周少宇第二个。那我的弯会比较大。好啊，周少宇他弯会比较大，大就很快就到了。
像是四人。要走，要走林间道，还是要走，还是要往下去？都可以。先走林间道好了。就，哎，先走林间道还是先那个？不知道。你说我左边还右边？要不要给你地图？应该是这边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リフト動き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什么林？小心哦！林间道就是、哦。对啊，它的林间道没什么林啊。第二个。好，你快点啊！你超过我啊！来逛才有看到，对不对？比较好玩啊！我就喜欢逛山，耶耶！我还没看，我还没看。你要拍照？你要拍？你不拍？你不拍？你不拍全景吗？那你拍的。对啊，为什么不拍全景呢？拍吧，我不敢拿。我看一下，我要在柱子的旁边。对，看到那边好像要掉下去那种。对啊。
烦呢、欸，有点麻烦。如果有人，我有办法在柱子的前面吗？有人从这里下去了？没有吧？不是，那里有痕迹啊。我的手机遥控器开最亮了。真的有痕迹耶、欸！不要命的人哦，不行哎、欸！第一次有人从这里滑下去、欸。我要拖板哎、欸！我不拖板，我没有办法靠近。对啊，没有办法，我会被柱子自己挡到。我现在打嗝都是咖喱味，有点不舒服。至少也不要太过去哦。这里可以坐吗？真的有人这样滑哎、欸，从那里有痕迹。哦，舒服哎、欸，好舒服哦，坐在这里。我要坐在这里。我看这很软吗？还好。好。别人在拍照，丧失自己的信任。你看下面有人在滑，你看那里。哎呦，按错了。下面那里。哦，看到了。好长的路哦。好长哦，那是不是都要一直冲？对啊，要一直冲啊。看出上，哇，深哦，舒服。哇，是叫痕迹啊。好了，看一下。应该算拍的还不错吧。再来一张，周少也不要再挡我、哦，我努力也拍。办法是人想的，没办法不是人想。看一下，还不错。走吧，算完整了，我看一下。我想要拿留一条烟。不要洒我血，等我一下，我的手。小心，昨天滑的。我戴手套真的很烦哎、欸，很难弄。正在拍你的那个，就给我进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准动。我觉得拍0.5就好了。别的广告歌了吗？不会有人从这里下去广告吗？这里下去也太可怕了吧！你要从这里下去？我当然没有啊。树都被你碾平了。
很陡，很陡，很陡，好难上去，好漂亮哦！你们要在那边哦。好深哦，他们会这样下去哦？会啊，他们只是在小车皮一下，再转一下。我来攀一下，很硬哦，很硬哦。没有了，多得很。爸爸的，加奶，哈哈哈哈哈。加奶好香哦。所以我们是我们 ski 才能滑得久啊，雪板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这样搞。没有，雪板也这样去啊。好强哦，那个老爷爷，我要跟他讲干巴的。你不用讲，他早就习惯了下去。嗯。而且那老爷爷应该比年轻人下得快。这两位也下了。太疯了。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看，并不是要下。我也没有要下、啊，太硬了，太硬了。啊，走了，走了。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我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心里害怕。那我换第三个。没有啊？摸你第一个啦。啊？我第一个有差吗？哦、你带路的感觉。好了，有一个洞了，有一个洞了，啾啾先过，我们都赶快冲过去。哎，他不能把路挡光。你要帮他录影啊！
你知道周少宇在中间没？啊 ，baby 先走。你干嘛、啊？让你第二啊。你说缆车站在哪里？还没到缆车站啊。你确定有缆车站？啊？你确定有缆车站？左边山谷有一个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到不了直走的那个。左边的那个人还是有在继续前进啊，也可以啊。好，我看他直冲冲得了多远？他也直冲了，看起来一副没有要冲很远的样子。很快啊、哦。可以啦。到不了一半吧？好。你要直走还是你要讲清楚？他快停了。莫，你要走哪边啊？他停了。莫，你要走哪边？娟娟她停了哎、欸。啊？贵贵餐厅吗？贵贵餐厅吗？啊？是贵贵餐厅吗？我们没在这里吃过。没吃过，但是知道很贵。对对对，沙卡刚坐上来一个平台就是这一区。嗯。然后我们从旁边的道走下来就是这个地方。它、啊、这个走道底就是那个缆车站。有在动的缆车哈。
有的我会被你绊倒。为什么人戴着口罩啊？什么戴着口罩？那个人呢？他怕生病啊，还是他真的，还是他真的生病？防疫或者是保暖。对啊，也许他真的生病，那他这样算是有公德心的。我现在生病不戴的。对啊，没事的。这个感觉要坐很久。这个好像很痛。莫妮，要跟他坐吗？没有。好够。小心。哦，是你放的吗？是我差点被压住。那个很像那个小咖，对不对？什么小咖？就那个阿成像被整的、啊。哪一个？整人的那个光头的那个。然后也不扮外星人。不要撞，不要撞，到时候掉了。扮外星人？你说日本的还是台湾的？日本的。哦，你是说耳朵尖尖的那个、嗯、小什么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小咖。是咖吗？那我不知道他那个字怎么念。好热。我也好热，你外套。拉开一点点，前面我已经拉开了，因为我好热，快热死了。好，坐着休息。逛山好玩吗？嗯。看风景啊，我喜欢看风景。拉不了。我喜欢一直练功。好。哦，但你这里有点空哎，遮住，遮住，然后这样。有帮好哈。嗯。上吊了，我们就要一大圈才能回来了。什么？我说你的杖掉，我们就要一大圈才能回来。不过应该带会滑吧？要不要滑？上次我们坐起大雾那一个。坐起大雾那个吗？是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记得是餐厅尿尿出来出发后才起大雾的。没有，这里一半开始就起大雾。真的、哦？好热。对啊，超热，我快热死了。已经拉开了，侧边也要拉开，通风口。好，拉一半，但山顶好冷，刚拉一拉就觉得很冷，现在又觉得好热，好矛盾哦，超矛盾的。开快一点，好高哦！你看他已经拉很快了，他已经拉得很快了，而且他好像车子蛮多的，137耶。对啊，而且刚那样，隔壁刚是12。好热，所以我们看不到。嗯，看不到。因为我们在那边。不要再撞，你不要一直捶脚，拜托，我很怕你板子掉。可以，是掉180吗？什么东西有180？180台。应该没有那么多吧？160。100，嗯，差不多吧，我猜。但都已经化了，太热了。那天滑那个雾的很惨哈。这里有没有滑吗？这个刚有绕过来吗？好像我们就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搞不太清楚。不对不对，刚是滑那边，然后选择走了林间道。好热，超热。我有一点点凉了。对。不是啊，因为流汗也不能这样直接吹风，会着凉。啊，热。我要回去想办法，看到黄黄弄掉，好丑。那个，哦，不要停。哦，
我拉拉侧边拉链很有效。有人出贴纸，怎么贴的？啊？就有人出贴纸。哪里？会生病，又怕热，嗯，也会怕冷。对啊，人都嘛怕热又怕冷，很没用。没有，像根本你看家苦人在怕冷的吗？根本喜欢就不喜欢冷。满满喜欢热，不喜欢冷。嗯，满满喜欢热，小孩子有喜欢热的吗？还有那穿红色裤裤的是哪？那是那种他们这边的教练 ，ski school 的教练，绿的，嗯，要不就蓝的绿的，要不就红的白的，你要看什么？啊，好热啊！哪里有贴贴纸啊？刚刚那房间的杆子。啊？嗯。所以大家滑下来吗？等一下走中间啊。好，滑下来可以吗？脚可以哦。好大的山谷里哦，我们在山谷里滑雪。然后这边就两趟。这上面就有人贴贴纸。真的吗？嗯。那要开过去的时候，啪贴上去，还要记得自己贴哪一根柱子。我觉得这种会贴双数。什么叫双数？这个就是24有吗？在那边也有啊，前面那边8就有，他家只是10好像也有。有号码的分别哦。一块，弄不掉。好了，回去要搬金大多，那应该一升起来就要掉了吧？看你看有地啊，掉了，哦，会湿掉了。怎么湿啊？有人看，你没有看到柱子旁边都有那个吗？楼梯，他们应该要保养。你觉得我的蓝色很漂亮吗？嗯，我的板子的蓝色很漂亮。很贵吗？跟日历也差不多钱。我们都买便宜的板子。贵贵吧？不会，然后才……我跟你说，我那天租啊，我不租全身吗？嗯。租那天租金5000块日币，大概1500。我这个板子大概才6000块。你租4天，我就可以买一个板子了。再租10天，我就买一双鞋子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租有多贵吗？这样你知道租很贵了吧？对。嗯，所以就是像我们都有滑长期的，哎，因为你们是小朋友，你们脚会长很大，长很快，所以爸爸妈妈才没有买，而且也懒得拿。你看我是不是这样？这次光这次就赚到一套板子，9天呢、欸，9天的1500哎、欸，多少钱？1500一天，不是。那你有一天有用租的？对，我就说一天用租，但是我板子也已经买了、啊，所以没差、啊。我说如果9天都用租的，你看我要花多少钱？不是。没有贴纸。大家。这很远，它拉很远哎、欸，你再滑下去就知道要滑很久。哇塞，那是专业的哦，那是老师训练的，你看专业挖馒头手，专业的哦，专业的哦。
莫专业挖完投手。他们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他们挖出来的。嗯，哎、欸、嘿、欸，到了到了，挖到起来了。对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就也在训。对啊，可能教练也要训练啊，检查一下这个教练的能力要不。哇，这个超多人的，这个超多人。我在馒头那里测一下。嗯。你说你要跟着他们了、啊？谁啊？我跟着谁？我才没有嘞。你刚说。我说馒头制造机在旁边。他们还不是馒头制造机，他们在馒头上测降，体验那个波浪的感觉。哦，我没有，我要滑，轻松愉快看风景。来，我们来滑红线吧。中间。觉得旁边那边比较缓啊，这中间这里啊，这两个绿的人啊，就这样啊，这个要比较短，那就没有侧着下来会比较好，它直直下来会比较短，所以你下去的时候可以侧侧下，再侧侧下。条状馒头，这银丝卷呐、啊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！他摔得好惨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嘞。要去上面，要去上面。周少宇敢不敢直接往下？我是说挖沟直接往下。当年我可是练过嘞，直接往下冲啊，冲一段才可以滑。嗯，好。这里红线一直到那条，然后再直角右转。弟弟，你今天有摔吗？有啊。有摔哦。有。他们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挖馒头这样，一点点。嗯，他的未来，教练用冲的，挖馒头。你是说就是给他杀很用力，是不是？很用力，就是在挖馒头吗？哎、欸，这外国人已经摔第二下了，他当然还好吗？
弯的。要是觉得太快的话，你就横着滑远一点就可以，所以就随便滑了。他喜欢跟着人家。脚会不会痛？脚痛。容易压到手。啊，因为。馒头滑法会比较轻松。我要滑去这边再来开始做馒头。啊，这里开始做馒头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跟着你的足迹就会，你太远了啦！有一点累啊，左手的脚到底痛不痛？真的哦，动一动，活动，休息一下，动一动。这样用你不觉得累的方法，不然会耗很多体力。哎，这不就是那个阿飞吗？不是，不是吧？是外国人。是吗？好热哦，先拉开一点领子。太热，太热。热。不用照自己的，因为你那用力可能会脚痛哈。你可以照自己的，因为那个要蛮大力的。脚会酸呢。Baby， 你不用跟，好、哦，你自己滑舒服了就好。热死了，又热死了，太热太热，热死了，很快就下来吧 baby。我会离你太近吗？压力太大吗？你要我离你远一点吗？好，我怕你会觉得很大压力。
怎么热死？一点点，尾巴下来一点点，哎呦！杆子哪来线了？没有杆子啊！有，哎呦，为什么没有杆子啊？你还说他？我知道，我要趴着。要趴着？啊，好热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，啊，热死了。哦，好热哦！看现在几点？哎呦，2:28了。累了。啊，要跟弟弟说我们回那边去了吗？好。啊？好。啊，我跟他说。我跟你从林间到，从那边到。你也想从林间到啊？你不会又想要冲来冲去吧？嗯。因为你的脚现在比较不行啊，我们要过去是用左脚哎。没关系，我现在转弯都不会痛。跟弟弟说好了好了，我们去坐上面的缆车，准备回那边，太热了，不滑，好热，不会滑，热死嘞，怎么会这样？滑到热爆。对啊，怎么那么热？抽风，眼睛受不了，眼睛闭着，眼睛闭着。这有贴纸啊。哦。乱，这边雪好乱哦。馒头制造机，馒头制造机，大馒头、小馒头，还有一只卷。大馒头、小馒头，还有一只卷。然后嘞？雪好了，雪好了，你就好了。我热死了。走路，走路，走路。慢慢不会一直在黑线冲来冲去吧？你拔会累死。我们这里是吧？
哈，我们这里也算是黑的。没有吧，这应该红的而已。想去划黑线。你想划黑线？嗯。为什么？因为黑线现在不好划了。但我们划的算黑线吗？哪一个？从山上下来有一些些是啊，有些些不是。这个嘞？这个应该是绿的和红的吧。这个从这一样下来。这不是，这雪道外好不好？雪道外很强的人才能滑。好没有，好没有。太凉了。嗯，而且又慢慢下去。贴纸，你看贴纸，贴纸。哦，有人贴。一个男生夹。嗯。看到 bling bling 的东西。有人掉东西吗？还是是水珠？不知道。有时候看雪地好漂亮，就闪闪发亮，亮晶晶，亮晶晶。嗯，不传给同学看那个山。哦，是哦。他说漂亮耶。漂亮耶。很少人像你这么好命，都这么常出国滑雪哈。你有同学也在滑雪的吗？张瑞去日本玩，有一个，一年大概是三次。哇塞！暑假、寒假，嗯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一个时候。嗯，小朋友在念书。很有钱，他妈妈是空姐。哇塞！那应该是用便宜机票出去的吧？没有。但是他几乎都看不到他妈吧？会不会？我不知道。他妈还会帮他送便当。哦，是哦，蛮厉害的嘛。有时候。嗯，好像是三个月或两个月一次。哦，那妈妈一个学期帮你送一次吗？你们要很乖，妈妈才给你们吧。哇塞，真快掉下来！哦，放在别人头上，有人来的时候就马上过去。不行的，好掉了。这些很干净了。前面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几号？哎，这前就知道是什么几号车了。第18号吧。那我们待会快到站前回头看就好了。现在多少？130。怎么会这样？刚刚不是130几了吗？现在离车站还很远吗？怎么会？刚我们不是坐在130几号上吗？对啊。我们不是才160吗？嗯，就120啊。哪有？这看起来没几只哎。我们刚刚怎么？那刚刚可能差不多了。2,2,2,7,2,8,2,9,3,10,31,32,33,34，看着36，我看着34，看有没有算错。冷，山上冷，为什么要把它拉起来？哎，抓虾呀！你的以后我的影片里都是你的抓虾呀！147，可能大概150。到160哎，152,153,154，差不多了。
们差160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差一了，蛮厉害的。那起来喽，起来了，忍不住跳绳，会不会冷？会不会冷？我们也来排这个吧，这样才能回去。放放举起来就安全啊！再放吗？你放了之后。
不要放放错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等一下再放。站稳啦，就不用放啦。这样可以放。可以吗，朱少？放。你是坐太前面啦，你坐屁股坐后面一点。好了。对，对，这椅子很长，很舒适的这椅子。啊？哎，我们没有滑到那边。哪边？右边。人家 double A 的 double A 是那边啊。Diamond Heading， 你跑去滑。这条要滑一下吗？这个缆车等太久了。这个缆车不用了啦，我刚不就从这里来的吗？哦，我刚从这里来的。我们刚上面这样滑下来的，还要再滑一次？不用吧。够满意的，谢谢嘛。谢谢嘛。谢谢你。那现在要干嘛？你可以去练你的了，还要我陪他去林间道。林间道。对啊。哦。那我们要去机械挑战。什么职业？你要去，要去钻那个了、欸？那边雪已经不多了，你可能会挤不下来。那今天的雪跟那天不一样。山上风大，中少爷为什么不来？才六分而已，很近。现在有进度。你先别管连接到，你这边上面要回到餐厅，还要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脚板好紧好紧，刚刚上车前已经这也不觉得半多了，觉得线很漂亮吗？什么线？直线就是弧线吗？不觉得好像也很平吗？对啊，好像很好滑。我刚刚觉得姐应该来滑这个，超宽超大，超宽超大。这边也是红，那边也是红，然后这边其实也有点跳，你看上去觉得不跳，但是你看那些高速的。就在那边咚一咚一咚有没有？对，咚一咚一咚。我们刚实际滑，他也在跳。感觉好轻。对啊，这是小朋友嘛，他们是个大人，只是个子比较矮而已。你看这个，这样这边没喷，然后。刚另外一边就喷很多这样，好，想办法滑回去了。哦，想办法，我们要跟好 ZD， 一二三，你二我三，是吗？跟好 ZD， 滑回去。你还要什么树林左边吗？树林左边很陡。现在回去那边，树林左边跟树林左边很陡。那就树林右边了，还要直直滑斜切过去就好。那个鞋红棒棒啊，不就是那条路的右半边？我们要横切过去。这样还好啊。我脚好麻哦，挂着脚好麻哦。你网路为什么坏了？你有没有去飞航？没有啊，我刚有飞航一次在停，但是还是一样。飞航里面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好像上不去、啊？可以啦，用不着上去，往走。右边是上面哎、欸，那不用上了，往前滑一点，再往右边。那你走第一个没？不用，周少宇跟着进去。哦，打嗝很不舒服哎、欸，都是咖喱蠕动的味道。
少也知道我们在哪了吧？抖抖的地方。小黄人哦，整只都黄了，对，很黄哎。好有节奏感哦。好了吗？好。多少也 OK 哦。好的，继续。我只是你们停着，我只是。脚会痛吗？脚会痛吗？不会。哦，原来叫我会以为你脚会痛。喷过血。他控制力不好，你原谅他。路线啊，看不清楚路啊。上厕喝水，我到上厕所倒不用喝水。好，水要喝一喝，都变成汗了。
少女，周少女。他爸爸呼叫他说他陪妈妈滑林间道，问他要不要下去。你爸他们要去滑林间道、啊、他们正在滑林间道，你要不要去喝点水？嗯，帮你跟他们讲喝点水，你再去找他们。渴死了，我们三个。我要喝点水休息一下，现在好热哦。烟味。我有录吗？我有啊，你有录，一小时18分。